南韩人气男星金宣虎因出演《Starbucks我的新创时代》《海岸村恰恰恰》而爆红，是众多少女心中的暖男代表。没想到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他，近日却遭到前女友爆料，指控他事后不理、逼迫堕胎等渣男行径，让他良好的形象瞬间崩盘，演艺生涯也从天堂掉入谷底。昔日过往也遭到网友一一挖出。日前就有网友翻出他学生时期的旧照，只见照片中的他五官明显和现在有些落差。其中差别最大的莫过于原是单眼皮的双眼，如今却变得深邃有神。照片曝光后，让不少网友都感到十分惊讶，纷纷直呼是完全不同的两人，甚至质疑他是否有偷偷进场维修。